彰化縣議會一百零六年新春團拜今仔日伫議會中庭举行，由議長謝典林甲副議長許元龍帶領議員獲得新年恭喜，並且佮安排兩位鋼鐵人，希望未來所有議員會當秉持著當年一貫的立場，替國民好好監督管政。鋼鐵人一出現，馬上就去應現場議員的眼光。彰化縣議會新春團拜今仔日伫議會中庭举行，由議長謝典林甲副議長許元龍帶領所有議員獲得新年恭喜。关议会议长谢典林表示，议员的责任是监督关键。这次邀请两位钢铁人到现场，就是希望所有议员会当跟钢铁人同款，好好监督关键。在新的一年，我们也会理性问政，来争取民众的权益。今年拜年，由我们钢铁人来加持，那我们也会来主持，那整个我们的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，我们尽量来维持。希望大家能过一个 新的好年哈，那也祝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最后，议长嘛发放新年红包给现场的来宾，恭祝所有乡亲新年快乐。新彰化新闻，白明玲，县议会采访报道。